顶多也就是烤乳猪嘛。赵斌，你小心说话哦。你说谁是猪啊？等我出来，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说完了没有？再啰嗦的话，我就把剑收紧，活活勒死你们！哎，hold住！他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要害他们呢？你不但负心，而且负得干净，负得彻底。你竟然不记得我了，还跟他们联合起来骗我！他们，我怎么会骗你啊？都是你个臭和尚风紧爹啊！你就放过我吧，我可没有辜负你啊！啊！喂，师伯，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义的和尚。你先别着急，听师傅怎么说嘛。你说对了。哎，妖精姑娘，不是和尚，我想把你忘掉，只是我真的没有见过你嘛。好，你说你从来没。